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郑彦芬。没有想过有什么期待，就觉得应该能进16名吧，就希望能进前16这样。心情觉得很感谢粉丝，觉得很感谢粉丝给我投票投到第9名的成绩。非常满意，粉丝非常辛苦，大家都很辛苦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希望就是能够更多的发展吧，包括我们就是整个团队，不要只是给大家的那个印象一直停留在偶像啊，然后就小女孩啊什么的。我希望就是真正能够做到，能够被就是观众啊，所有的观众，现在所有的一些普通的观众去接受的一个团体，还不够吧？当初想的比较好一点，觉得就是来之前会觉得说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一定会能够就想象中的自己还是更厉害的一点，现在就觉得还不够吧。我个人是非常想主持那个少儿频道，想要就是小朋友那种，哇，小朋友今天什么什么，让他们就是说我是什么什么姐姐什么什么的那种娱乐频道，不是少儿频道。后辈啊，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嘛，然后100多个人，说每一个都成为明星吗？不太可能吧。虽然是就是可能打破大家的那个梦想，但是这真的不太现实是吧。但是呢，要我觉得后辈要做还是要做自己吧，不要觉得成功怎么样会成功就去做怎么样的人，应该是要做自己，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你，去喜欢你，这样就算成功不成功，在你的世界你也是成功的，也是开心的就可以了。拍一部悲情的那种吧，不是说拍悲剧电影，是那个不是悲剧电影，是他遇到的就是人生现实生活是悲剧的，但他的这个人是喜剧，就是笑着去面对悲剧的意思。最开心的就是去塞班还有去巴黎，开心。因为那边的天气很好，空气很好，然后每天都很开心，因为感觉就好像是我想拍的电影的感觉，就是开心，纯粹的生活很开心。今年蛮有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有一度让我觉得好像没办法再继续公演啊或者什么，很想就是但是就很想要暂停这一切，就按下那个暂停键，不想要再继续去面对这样。但是因为这是那个自己成员的那个遇到的事情嘛，但是我觉得他都还在加油什么的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立场去逃避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蛮，也不是说遗憾吧，就觉得今年的不开心的事情让人比较，也是不是今年吧，我觉得在我的遇到的事情当中都算是很遗憾的，很难过的事情。今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好成绩，郑彦芬加油！因为郑彦芬的爸爸说，郑彦芬今年运势是最好的一年。